第四种点法我们称之为八分点或者叫波折点，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是这个经常会提到的起脚啊，出于字的下半部啊，我们称之为起脚，字的上半部我们称之为增头，这种左右分贝这种点化。那么至于这种点化一般的这个处理，在汉碑处理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咱们说这个东汉时期成书隶书啊，我们称之为八分书。对于八分呢有很多种解释，那么我个人更偏向于哪一种呢？所谓八分者，强调的是它的体式上的一种变化，要求什么呢？这个字它以中轴为重心，中轴线为重心，那么字的左右两边呈现出像八字分贝一样的体式。那么既然这个点化，这两个点化，一个出于左，一个出于右，所以成熟隶书它这种点化应该怎么写呢？对称，这是它最基本的特色。所以咱们在临摹包括你创作的时候啊，应该思考到写左点一定要考虑到右点的效果，那么写右点一定得关照到左点，左右对称，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方面，张骞碑既然有它的个性特色，所以如果说咱们纯粹的按照对称来处理，那它的艺术性就出不来了，那你只是把它写漂亮了，它没有艺术感了。那么咱们怎么去写呢？要让它这两个点化有主次有轻重，有主次有轻重啊。你比如说第一页攻，攻方的攻，那么这个字是典型的所谓的八分之法。什么叫攻呢？背思谓之攻，下面这个不是三角，是一个思，像很自私的一个思。那么把思是吧，我分开，那么这就是个攻，所以上面用个八来去处理的，这是一个汉字构型。那么咱们具体来写的时候，这两点你看它处理很有特点，左边这一点以什么为主啊？以藏为主，笔触厚重。右边这一点是什么呢？微微露出一点波折，有一点咱们所谓的燕尾，所以有藏有漏，对称句子上面有了变化，有了变化。那你再比如这个字也很有特点，小，小这个字很不好写。同学有时候提出疑问，说这个字我怎么写出来那么难看啊？啊，感觉处理完之后很让人自己觉得很不舒服，该怎么去写呢？那么我的一个建议是这样，你实际上把这个字啊，你不要纯粹的看成一个左右的一个分布，看成什么呢？你看啊，左边这一点和右边和中间这一竖啊，好像关系还要密切一点，所以从力量对比来说，左边这一点和这个中间这一竖应该是一个整体，应该是一个整体。那么右侧这一点画它偏长，对不对？偏长，那么用右侧点画它的这个重量和左侧的点包括上端这竖的一个部分，形成一种力量对比，力量对比，这是从力量的角度啊，让它在平衡的基础上面有变化，有变化啊。所以这个呢，咱们在临的时候啊，希望大家也能够注意到。那么还有一种是长点啊，你比如中心下面这个左侧这一点，那么这种点化只不过是方点或者是圆点，它一个延长，延长啊，咱们也要表现出很厚实的这么一个效果。这是咱们说的张骞碑的点。第二种横法，横画，这个横咱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主笔波折横，第二种呢叫方笔平横或者叫副笔横。那么这里面咱们强调一个概念是吧，主笔横咱们用了一个什么呢？叫波折，主笔波折。什么叫波折呢？实际上也就是说，在书写这种横画的时候，往往要出咱们所谓的蚕头燕尾，燕尾让它最后收笔处啊有一定的装饰。那因为这个字是这个笔画是这个字的主笔，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叫方比平衡。有些同学曾经问我说，你为什么非要用一个平字啊，或者圆比平衡，为什么非要用这个平衡来概括这个赋比的特点？我认为是这样，张谦碑啊，他的这个构型以严密为主，那么这个笔画横画，它在它的一个基本线形上面也应该强调它的一种平视。平视如何把这个字啊写出来，让人感觉有一种静气，很安静的静气啊，这个是表现张谦碑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所以尽管前面咱们说的这个方笔波折横，读笔有波折，让它有一波三折，有燕尾，但实际上它这种波折也是有略略有一点，总体上来说也是以什么为主啊？你像这上以什么为主啊？以横势横平之势为主，平整之势为主。这一点呢，我也是和同学们啊交流过很多次，不管咱们怎么写是吧，总体上它的横画要显出一种平横平之势，要有一种静气。静气好的这个隶书啊，看完这个之后，这一点呢咱们也可以这个衍生开来讲一下，好的隶书啊，看完这个之后给人感觉带来的不是一种躁动，应该什么呢？很安静的，很静穆的，很宏大的这么一种气象。我曾经有一个打过这么个比方，他说好的隶书啊，你可以和入庙观神啊，到庙宇当中去看这个神座塑像来做比喻。你看入门的时候是吧，咱们最早能够看到或者较早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四大金刚吹胡子瞪眼，又是拿着宝剑，又是拿着宝伞。但是他这种是挺吓人的，但事实上来说这种力量恐怕还不如另外一种力量。什么力量呢？你真正到了主殿，看到弥勒是吧，你看到到了主殿，你看到了观音，那么这些主神他脸上他没有任何一点发怒动怒恐吓你这种感觉，没有，很平和，嘴角露着笑容。但在这个主神面前，你恐怕是不由自主的一种什么呢？心之向往，很服。所以我想啊，咱们的隶书静体字真正感应人的，不是说靠这种扭曲的变化去感应人，靠的什么呢？靠的你字本身的一种内涵，靠那种内涵。我曾经啊记得有一位老书法家给我讲过这么一个很让我回味的一句话，说这好的书法作品啊应该什么样子呢？说现代人很多人理解这个字啊是龙飞凤舞的啊，给人感觉很有气势的，写出来呢变化很丰富的。他说我有个体会，那么这个体会也是跟他的这个外祖学的。他的外祖是民国时期北京很著名的一位书家啊。那么这老先生他这么讲，他说好的书法作品看完之后啊，我就感觉到像三伏天呐，一进家门之后我什么都不要喝了，我也不喝酸梅汤，我也不喝凉白开，我就看这幅字就足够了，静下来，安静下来。那么这是什么呢？如果是于丹老师说这是心灵的鸡汤，我想这是书法的魅力了，是吧？给你一种，咱们如果借用美学的话叫什么呢？叫早雪精神，洗澡的澡，下雪的雪，早雪精神，使你的精神啊从很烦躁的状态当中像在下雪的洗了个澡一样，很清新。字仍然是如此，字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这是做一个总体的一个说明，所以希望咱们在学习它的横画的时候不要故意的去扭曲，强调它的动，而是强调静。那么同学们可能还会问一点，说老师你让我写静了写直了，那这个笔画不给我写板了？放心，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书法是徒手线，你是让它静下来它其实静不下来，在运笔过程它是会有波动的，我只是让你的波动啊略略小一些。那么咱们先看它的主笔横，主笔横有方圆之分，方圆之分。咱们首先看方笔，比如像这个军啊，中间这一横，大家可以看起笔很方硬，
那中间这根线线形很挺拔，收笔处见棱见角，力度很强，力度很强。你再比如像这个枝，是吧？仍然是这种效果。那么我想在这儿给到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吧？书写这种主笔横有两个方面可能更为重要，一个什么呢？让它方处有厚度，这也是方的，那么这也是方的，咱们把它放大，你看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上边的笔画写得很片儿，对吧？很薄，同学们可以自己对照一下，临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很薄，很片儿，也很方，没什么问题，但是没有味道。那么下面这笔画，我实际上在技法上面，我只是做了一个很轻微的小动作，是什么呢？我多停留了这一秒钟，我让这个墨啊再渗下去一点。你看，方的东西也有了，最关键是什么有了？厚度，不单薄。不担保，这个就是一秒钟，一秒钟时间决定你这个笔画它的质感上的一种差异。之均，张献碑这个方笔这个波折痕，它的一个收笔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棱角分明，力度很强，而且它的角度是什么呢？略略冲上，略略冲上。它和咱们说看到的这个学习过的这个曹全碑很不一样，曹全碑更多的强调它的什么呢？一种波势。曹全碑它的一个横画收笔往往是这么上的，对不对？很悠扬，很这个舒缓的这么一种调子。那么张献碑它的调子什么呀？啊，两者区别，一个是有坡度，很舒缓的一个坡度，这个呢相对来说比较急促一些，所以它的刚猛之处，它的力量体现在哪？体现在这个地方。啊，让它棱角分明，略做停留，别着急。直接就上，注意它的下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从起到收角度，那么这个字精神它就出来了，和它的右下，和它的这个右边这些笔画啊，形成很鲜明的对比。这是方笔波折痕，那么圆笔波折痕，圆笔波折痕，咱们先看一个例子。你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心，心中心的心，起笔啊很圆浑，那么这个圆怎么去写？对呀，咱们都要关注到这些点，圆怎么去写？同学们说，我知道曹全碑的写法，前面欲左先右，做逆风先打一个圈，这不就圆了吗？那么我想张先你要这么写就没有味道了。要的是圆的味道，而不是说圆仅仅是圆的一种形式。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提供一个建议，和咱们讲过这个银杯一样的，用笔尖略做一个逆风，然后又行，
做一个圆的意思就可以。你比较一下这两个笔画，这是曹全的这种方式。这是张骞当中的这个方式，两者有一定什么差异啊？这个强调的是形态的一个完整，而这个呢，仅仅是一种圆的味道，用笔尖去说话。那么顺便咱们说一下的收笔，收笔这个圆笔薄折痕的收笔和方笔相比，你看比较收笔，应该给你看出区别来，圆笔含蓄，方笔刚猛。这个起收啊一定要搭配好，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从呼应上来看啊也有可能会出问题。所以有些同学在做尝试，说我这个圆笔的我能不能配那个方笔的这个收笔，我认为你可以去尝试，但是我想效果可能会不太好。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个调子，不是一个调子，所以你表现出的效果恐怕也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主笔。那么副笔，咱们叫副笔是叫平衡，这一点咱们不再多说了。平的目的是什么？是吧？把很严厉的一面，静穆之气。那么另外一方面是它起收的丰富变化，变化。咱们看一个字，色夫的色，色的上面这两横都是属于副笔横，副笔横。那么咱们可以看。第一横以方为主起笔，收笔以圆为主，是吧？这个以圆为主，第二收笔以尖为主，那怎么会形成这效果？毋庸置疑，这是历史的产物，有风化的效果在里面，对不对？那么流传到现在，那么这种风化的历史痕迹啊，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味道，特殊的味道，那么可以为我们的书法创作提供很好的一个思路。朋友们经常会提到这么一个问题，说这个字我们都练得差不多，但是我们的差异好多，为什么有些人会有格调的差异，或者说这个艺术水平上的不同。我想说当中的一面，这种不同在哪？那么也就是说看谁的手法多，谁的手法少。如果仅仅比熟练的话，你每天写8个小时估计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反过来说，有些人能在这个熟练之外，他琢磨他的味道，他的味道。所以好的艺术作品，他这里面最可贵的一点什么呢？变化多。